干嘛？吃饭啊。中午怎么饭？没做饭啊？我肚子疼，你一回来就是做饭，天天饭，我是你妈呀，成天哎呦我的妈！饭，饿了你天天做饭，饿，天天饿。那到点儿再吃饭，你不做吗？那你就自己整点啥吃呗。我再说我肚子疼，我来大姨妈，我怎么给你做饭啊？来大姨妈？对呀，大姨妈怎么来了？大姨妈怎么来的？坐飞机来的，坐火箭来的。这你别大姨笑。妈不是坐飞机火箭？你是傻呀，还是搁这装疯卖傻？大姨妈怎么来的？老夫老妻的你不知道啊？我真不知道。滚吧你！肚子生疼的你烦人！那么大姨妈来了，你肚子疼？你是不是傻？那怎么了？你踹我哪个干啥？大姨妈你不知道呀？不也家里亲戚大姨妈吗？大姨妈，哦，你那个胆啊！咋了？肚子疼，我得上个厕所。你自己想办法弄点啥吃得了。哎呀，那我有那我床上的拍下来，留下证据。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又跟了？这怎么了？你猜。赶紧的，你床单拿来，然哎后呀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你坐着干啥呀？拿床单换一下，给你洗一洗。我这就是，你这个不能又沾凉水，你去洗一洗。着急等呀，那个什么，老婆，问，就是说我这两天有点囊中羞涩。啥意思？你就想干啥呀？我前几天刚给你500块钱，你花没了？现在那东西，你说那么贵，那俩钱也不扛花呀。不看花就不花呗，不花，它也不行啊。怎么不行？输液啊。拿刷子挠挠，刷刷就不痒了。我让你换床单，能不能去换？能不能洗啊？老婆，你看，我给你个东西看，你看。你拍这干什么？你有病吗？你能治吗？你是不是你脑子别穿笑。刺了？哎呀，我脑子穿稀都行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啊！啊，对，我缺心眼儿，我缺心眼儿，我知道还有个家族群。家族群怎么了？没事，给发上去。俺媳妇儿尿床了。你是不是傻？你往家族群发那干什么？你啥都发，你是不是傻？啊！我傻。我傻，我才发的。我不傻，我就不发了。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这两天儿这囊中羞涩。我明白你啥意思，那给我包拿来。要不要？这点小钱过不了门槛儿，不要。你说的，嗯哼，给你最后一次的机会，要不要？我也给你最后一次通牒。哎呀，手指头有点吃脑。我没有现金，我哪有现金啊？现在都是。电子时代了，电子支付。行，我怕你了，行了，我现在去给你转啊，等着啊。